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好了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。哎，这个麻将为什么那么迷人？就是因为呢，它的变化太大。对，你看看丽那个叫丽雅，对不对？丽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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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雯系啊，丽雯，丽雯，我刚卡你肩，雅西，会叫连鬼啊。这个东风呢捡回来一命，你看看一个边三条，哇，到了南风本来该晋级的，被他一个卡巴比，所以他变化很大。好，东风南风累积了12500，好，现在是又是你啊，累积的，嗯，该走的没走啊，留下。好，十二，看四下牌，庄家四凯，四零。少廷，我零，陈随意，出赛，发财，东风，东风砰，五万，有，哦，判对，然后给等你呢，来势汹汹，白皮，调酒。六条，是，六拍唔到，白皮，南风，南风碰，杠一个，四张，再杠一个，西风。碰，八筒，谢谢。是，春鸡，北风。碰，哎，都在，我还有都在，我还留。北风，碰了打白皮，干大事。三条，哇！三六条都不要。西风，六筒，一个人玩。中。哎，他无了。嗯。他灰灰蒙蒙，还是兴奋，来六三。小饼。到底真的看不懂呢。六万，我们的政治还很花吗？对，你政治八所，政治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哪个吃？七条，真听话，自己人。五饼，你们在？不要说哪个胡哦。发财。完了，好了，好多好乱，又来了，北风，一样的很多，嗯，哦，这样子嘛哈，嗯，五花，对啊，就只有三个吗？对，还标盖啊，还标盖，只有听三个洞而已吗？嗯对，所以哥你是不是故意看不懂要教四筒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胡德，嗯对，胡德，嗯，确定哦，嗯，对啊，他就在那边讲，就很乱啊，他手上一定都是饼子啊，你还打？就一次七啊，你摆出来给我看，我是刚才不是要这样摆的，看得懂啊，这样子啊。哎，怪我，这牌我要我你不打，你听听他们讲看不懂看不懂，你手上这样看就都是饼子吧？
对不对？饼子都没出来、啊。没有，他手上都没有饼子啊。嗯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庄家一台。好，戚风冠军战第二把，我们庄家啊。使出，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少廷，赵莹莹，阿义啊，阿义，志凯，我们就要出战了，一位，变，北风，东风，碰，不会碰，嗯，我碰姐，皮皮，碰。一万，中，一条，红中，一万，哎呦，五万呢，可以吃。二万，西风，碰，三笔，这刀，九条，南风，发财。八万，八条，四副，哎呦，没喽，七万，七八万，加凶班，北风，南风，八万。二花，三万，二饼，二饼，二饼，都一样，三饼，一花。来一条，来一只给我们跟。哎，三条，给你跟。一条，这么厉害、啊？红葱，一条，怎么进不了呢？来拼大财，系统四花二花二条，嗯，新的八饼，桃花。九锁，东风，二万，我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二条，嗯。四饼怎样？那七饼也打了。对，一条吃。好，没牌打。只好倒牌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西风发财，庄家三台。
旗夫冠军战第三把，来上庭庄家。十一，十一，他看四下牌，庄家少庭。开五，随意。耶，四开，四零。西风碰，行，大梁，那么好，当然，此风白皮碰，哎，这么热门，九条，一饼。发财，白笔，东碰，哎，谢谢，行，两台哦，东西，小鸡，吃一个三万，吃没有啊？哎呦，这样。九条，九筒，筒中，碰，哎呀喂啊，八条，东方，好花，这没错没错，筒中。哪个发财？嗯，不要了。我也不要了。发财。是个2800分，嗯，差3000了。七条。自摸就好了。对。一万被碰，二筒，哎，哇，五条，八筒，碰，六饼，内行的。九饼，好不容易吃一张，二条，碰碰红，东风西风，六台自摸七台，发财了，嗯，三条，二筒选错了，选错了，三条。赤兔折饼，九万，没有要，没有，碰的话来七万，我的，服了，不啦，开五，一四七，四七，二五条，漂亮哎。还没听呢，还没听呢，还在做。没有，算他有听啊。好，庄家台，嗯，一台而已。好，来西风冠军赛的最后一把，哇，这个西风四开，危险了，2800啊，随意5800，你们俩差3000，哇，三千的话要1500的话就要三台，三台还不够，不够，要四台，四台，来，随意庄家，四台或四多吧。嗯，把他看四下的牌，庄家随意，志凯，四奶，少廷是被撞到，撞到是，出赛一筒，九万，十封，进一张，跟一个北风。花，好花，北风，哎呦，
红中，攻，跟你红中，西风，三万，中。南风碰两台五条算台庄家三台西风佛子魔100万南风北小白脸白脸破，喜欢死，九万，我们是八万，红中，七，八万。八通，是，加油啊！通哦，二通，二通碰，台子就差不多哦。救兵，真的台子，真的好像看的感觉就不一样。发财。刘满，一个人玩，一条，我好辛苦，好吃，给七万，小镇，五，杠上，杠上杠，战花，哎，你够了，差一点，你可以胡他了。没错，双刃花南风三台庄家四台了。你们不要放枪，我不放，我祝福你。好，一条。他已经干到国务纪念馆去了，一干。干。来着。一种。四万。自己来。不要了，七万，差一点点，九通，二条，是绝招，六饼，啊？咦？啊？哦，三六两边都躲不过。没事没事，做掉了。庄家一花两台，所以呢，嗯，四凯西风淘汰。对，我要承接历史啊。对，前两集也是这样，还是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恭喜陈正义哦，在我们的西风获胜，所以他就是我们今天的种子。来，我们下次三位的败部复活战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点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